我其实听懂了你的问题，你这个问题呢，主要是想问啊，就是这个新型武器，它是不是中国在秀肌肉？那么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在中国军队的这个发展壮大的历程当中啊，总是有一些人或者势力啊，喜欢进行这种不实的炒作。那么他们的头脑当中呢，有一些非常奇怪的逻辑。如果说中国军队展示武器装备，那就是秀肌肉；如果说不展示，那就是不透明。那么我觉得对付这种逻辑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。70年来啊，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有目共睹，我们既没有意图，更没有必要通过阅兵来秀肌肉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